所以才从护理来的，因为有盖章啊。啊，五点了。对啊，夕阳快五点。在那搞嘞，这里可以走，准备去跳跳床，走另外一边，哦，这几个跳起来了，哦，要排队，先下来，好，你站这里，等一下再一个就到了。好，来这里排队。好，跳跳床就不用排队了，大的跳跳床。然后现在没有人了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好，这要一个小朋友一个。都就一个重的就好了。不行，这个都不用拉，